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小伙发明的，左边这个100，右边这个80，直接就干掉了100多万的进口设备。别说咱们中国人只会抄袭，只会仿造，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，你哪来的社会现代？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就是：先学习，再改进，后超越。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小伙发明的，左边这个100，右边这个80，直接就干掉了100多万的进口设备。别说咱们中国。